别再耍什么花样，滚！ 这凌霄手中，犹如羊入虎口，我自然是要赶过来救你。怎么快走吧！可是赵叔还在他们手中，我不能一走了之。赵统领被抓了，他被关在何处？大牢。可惜那里重兵把守，凭你我二人根本闯不进去。容我想想办法。我记得你们白玉城内有一项名为假面的秘术，现在已经是八分相似。 再加上夜黑灯暗，谁都不知道你是假扮的。婉儿，时不宜迟，咱们快去救赵统领吧。今天，你忘了你现在是凌霄了吗？一时之间还没有办法适应呢。我也不适应，苏家和他无冤无仇。 谁知道他为何要这样对待苏家？你，哎呀，罢了，我也是听下人们嚼舌根子，说苏伯父在酒后曾经玷污过凌霄的母亲，林母羞愧难当自刎身亡，林父也跟着殉情去了。不可能，我爹贤良礼士，善行好事，谁人见了他不称赞他行事光明磊落？定是那凌霄为了上位。 加上莫须有的罪名给我顶，我也相信苏伯父的为人，真相究竟如何，咱们日后再查。嗯。拜见城主，拜见城主夫人。王府城主这么晚了，有何事呀？城主将继任大典交予老臣，老臣殚精竭虑，不眠不休。 终于把全部流程制定完毕，特意连夜前来承圣，请城主过目。嗯，很好，回去吧。多谢城主夸奖，老臣愿意为城主当牛做马，万死不辞。 等一下，王副城主还有何事呀？这前几日见你们势如水火，如今却如胄似漆，恩爱异常。哎呀，这真是美事一桩啊！嘿嘿，老臣要恭喜城主、城主夫人，还不是多亏了王副城主，诬陷我爹在前。 煽风点火在后，如今我二人已冰释前嫌，你说我要如何报答你才好啊？这么爱嚼舌根子，不如割了吧。老臣多罪，老臣多罪，请城主饶命，请城主饶命。那就罚你在这儿跪一整夜。
我和城主赏月，可不希望被打扰。你招还是不招？继续打。 去，把赵统领带过来，我要提审。是。你俩把带出来。是。城主，人已带到。带他上车。是。 城主，老臣再也不敢妄议你和城主夫人了，饶老臣一命吧。什么？你和夫人去赏月，罚老臣跪了一晚，老臣这身体扛不住啊！饶过老臣吧。禀报城主，今日我去大牢例行检查，却不见赵统领，牢头说是您昨夜亲自将他带走了。好一记偷梁换柱。 看来是我小瞧他，即刻封锁城门。是。人呢？消息传来的时候，他们已经逃跑了。全城搜捕，除了苏婉儿以外的其他人，格杀勿论。是。 你竟然回来了！我可是城主夫人，不在这儿，又能去哪儿啊？有意思。别以为回来就没事了。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我已经下了死令，你就好好的祈祷。 他们离开的时候没那么痛苦吧？凌霄，你要的人是我，我现在已经在你手里了。只要你放过赵统领，我一定对你言听计从，绝无二心。只是赵统领吗？我会完成。 城主夫人应尽的职责，帮你在继任大典上顺利登上城主之位。这些筹码都太过无趣了，还是杀了他们更快意。等等。